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不光是信主成为基督徒，我们还是愿意在主恢复里面来做基督徒，因为的确主兴起这个恢复来为着他最终的心意完成他的计划。那花莲呢，就在我们在主恢复里面，我们非常宝贝我们这个恢复。我们知道恢复非常重在主那个话语的供应，借着话语恢复的那个启示，我们就活在这个恢复里面那个实际的里面。所以一年七次啊，我们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尽量去参加那个安拉罕的聚会，然后若是在这里也不能去，那怎么办呢？大概啊是他们是冬季夏季的训练，这个训练，那我们这里也就是接着有用录影的训练在那里做。那个特会呢，在各处的特会，像这个就是感恩节，就是特会嘛。特会我们也这个没有办法再来这个特会的训练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多半都是先由这个整个这个花莲这个记忆花东的，原来是记忆花东，那么这一次就赶了一半了，是以这个什么官府啊，还是哪里的以北，我们到这里这样把这个信息的纲目，这样的交通，以前是整个这个基于花东的都来，这个用意就是在这里是来一个预场，预场说啊，这一个信息真是很宝贝，然后我们在这个每一天的这个晨兴圣言里面再去追求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实在感谢主，这也可以说是很好的一个传统了，都在因为这些话语，这就是刚刚这个魏弟兄讲的，李弟兄讲的那个那执事的话了，恢复的话就是那执事的话。那么李弟兄就告诉我们，他有一个秘诀，他就公开了，他说我就是给那执事就是给你牛肉，给你牛肉，所以呀、常常有的时候是牛肉汤，还有什么牛 hamburger， 又是什么多少我也不记得。那么这个意思啊到底是什么？因为啊他讲可以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，他的东西内容啊就是这个这个牛肉，所以他的花样就很多，大家听着对吗？弟兄姊妹，这个本事啊，李弟兄走了以后，先挑弟兄们，他们也学会了。他呢，这位先生讲着讲着，现在又来一个基督身体，就是，这都是牛肉。他如果不能够用这个地上的草来做，他这是牛肉，但是要。这个里头有许多的丰富要发挥出来，所以他这个发挥这样讲那样讲。你看我们今天来这个是上这个礼拜讲的这个耶稣的灵，然后到现在到这里又来个实际基督身体的实际，基督身体的实际是什么？就在基督身体，就在于那个实际的灵了，所以还是那个灵了。耶稣的灵就是包罗万有的灵，包罗万有了，所以他这来一下那来了，都是灵，搞来搞去就是灵了。那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这个启示是在于灵，那个经历啊也是在于灵，你有灵就灵了，你没有灵，你讲的讲到没有灵，没有摸着那个灵，那个没有启示。如果来经历里面，你要没有那个灵了，你就用自己人工在那里追求，那个
或者一个规条在那里去守，那个也都不是达到纳执事的那个目的了，就没有达到主恢复的目的。所以呀、啊，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在这一种的预察里面，我们连着这么六篇，我看我们大概画面大概有相当的认识了。刚刚弟兄们这样的还有大家分享，还蛮踊跃的。那这就证明啊，我们对于这些话语有相当的进入。那么请问进入了以后要不要成为我们的经历啊？这个经历啊，就是在于有那个实际基督身体的实际要显在我们中间呢、啊、那么请问怎么办呢？还是那个灵呢、啊、但是呢你如果说既然这样就在灵，那何必讲呢？但是它这个一面是里面的成分，这个里面的过程告诉我们，一面啊的确里头还是有很多的讲究，讲究有讲究，但是都是牛肉、讲究有讲都有讲，但还是在于那个灵，有耶稣的灵，有耶基督实际的灵，有各种各样的灵，叫我们呢、啊、在这里我们的认识就开广了，我们的经历啊在这里就能够更能够了解。所以为这个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主。那么在这里这里面所有里面最基本的一个点，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在这里能够摸着实际基督身体的实际，在于那个基督有基督，而基督能不能成为我们的有得着，还是在于基督，还是在于那个灵，因为基督已经成了那个灵了，所以他复活也是在这里，因为复活了才是成了灵了嘛。要调和也必须要有这个灵，没有灵我们在这里聚集，大家你好啊我好啊大家吃个饭，今天的饭做得很好啊，香条啊，结果没有灵还是没有啊。我们所有教会的生活，如果在这里这个话语声言有一些摸着叫我们得喂养，就因为有一些东西你感觉里头被开启了，摸着灵的启示的那个灵呢。所以啊弟兄姊妹，无论如何从早到晚上，从教会聚会一切的聚会里头，我们一切的秘诀就在于我如果能够摸着这个秘诀啊，什么神什么东西的需要我都能应付上了。而这位应付他就是基督已经成了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这个灵是包罗万有的灵，他来引领我们活在他的里面。实际的灵，什么叫实际的灵？它并不是两个东西，实际就是灵，灵就是实际。所以在这里给我，这是最终的我就是包括性的这样的统括一点，给弟兄姊妹有一点有点了解。感谢赞美主，愿主在今后的六周里面，从下礼拜起就开始读这个了，一次一次，我们一直不离开那个灵的故事。好，我们现在怎么样？要。